你好，您二位是干嘛的？北京人怎么了？干嘛？那个人家告诉你没尊重人家制度啊？谁的制度啊？我们酒店的。酒店有制度没有？我是北京人，我招呼朋友，碍他什么事儿了？啊？碍他什么事儿了？登记啊，你按跟谁登记完之后跟你们有关吗？哎，你们酒店有没有权利说把我给囚禁在这院里了？有吗？啊，有没有啊？又偷摘事吗？有没有啊？出去等会儿，这酒店、啊。酒店怎么了？酒店啊？酒店我会喝，配合工作吗？配合工作，你完你拿出手续来，你是哪儿？不用，拿出证件来。您过来，拿出证件来。到前台登记去。等着啊！您怎么称呼？我姓张，叫张什么呀？前民警。叫张二，没必要告诉你。02613030。对，你别动手。您去登记，你往前走啊！你往前走啊！走，我也去，哎、我也去。那谁，快来登记。那个谁，秋雨等着，等着把我也弄到那个轮椅上走。走，咱一块儿走。都过来，登上地。